走路的运动规律，走路的动作我们一定要先 K 胯的位置关键帧，初始高度，最低点，最高点，再到初始高度，最低点，最高点，初始高度。根据动画师生成手册的指引，一个标准的走路循环是25帧，首尾两帧相同构成一个循环，三帧为一个状态的切换。走路的状态大致可分为脚接触地面、身体最低点、过渡点、最高点、又到接触点、最低点、过渡点、最高点、又是接触点。走路两步为一个循环，左脚一步，右脚一步。循环走路的口诀是接低过高，接低过高接。最后一个接要和第一个接一模一样，才能循环起来。我们现在只看一只脚，另外一只脚的关键帧删除。脚和地面接触，身体重心落下来，过渡，最高点。脚位移到身体后面，脚在空中画一圈，又到接触点。